他的老师不错，然后还有你们给的东西都很有 quality， 就是会准备很好，有 bag， 有什么 dictionary， 还有纸那些 file 全部都准备好好，然后是有点深呐、啊，就是比较对我看起来好像对他们这种年纪，不过是给他们更多的那种学习咯，因为学校的是比较没有这么高的那种 standard 啦，但他们的就会比较有点比较，我想怎么讲？有点难度。那字这么难 ，comprehension 最难。从之前是他 OK 啦，然后不过现在是更好了，他都拿90多分了。现在老师的管理低咯，感觉是很像不错，比较有 standard 的啦，是那种跟外面比起来啦。因为有的我去过看，有的好像就是没有怎么教，只是就是那种做 workshop 这样罢了。所以就感觉啦，因为环境也舒服啦。对，老师他也喜欢，就最重要啦。